当天的晚上大概六七点的时候，那时候就新闻就开始有报，然后我的手机有接到讯息，就是说学生已经进入行政院了，那边需要支援，然后那我那时候刚好在捷运上面，我就直接先过去，直接到现场。那一方面我其实也是想要说，就是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声援这些学生，或者是说支援他们这样。进去的时候，其实现场已经有部分的学生已经开始坐在那边了。那现场状况是我看到第一个状况是灯是暗的，然后但是一直有广播的声音，就是有人用大声公一直在呼喊一些口号的部分，然后跟也请就是可能有宣读一些法令，就是说同学们请同学不要紧张，因为这边的话我们是用比如说人民的公民权，然后静坐在这边，所以我们不会就是有其他法律上的问题。我听到大概会是这样子。当时进去行政院的时候，就心里就已经有个建设打算，就是他毕竟是五院之一，所以就算我进去是受伤流血出来的，我自己来说的话，觉得也是不意外。那出来的过程中，跟之前的心理建设是说，如果真的被打，那不要反抗，也不要去攻击警方，那就是抱着头保护重要部位，这样子就好了。对，七点左右的时候，我们是看到铝梯还在，就是上二楼的铝梯还在，然后是从面对行政院的右侧的那个门进去的那边上二楼的铝梯都还在，那上面有一堆人在喊，就是呼喊，就是二楼需要人，二楼需要人，然后赶快上去。那隔没十分钟就开始听到里面有玻璃破碎的声音，然后同时大概没有隔一分钟吧，就开始从里面出来喊，就是喊叫，就是在call医生的呼救声这样子。那我们现场就一直在找寻医生的部分。那后来大概五分钟之后，医生有上去之后，隔没多久，身穿黑色的衣服的所谓的纠察吧，那个他们都有挂那个牌子，那个应该是纠察，就把梯子，就有几个人就把那个梯子收起来收走了。那但是里面原则上都还是一直有人说，就是需要人协助这样子。其实后来有来了一位不知道是谁的人，就是白头发，然后戴眼镜，应该是老师之类的。然后有去跟现场的员警沟通，就是请他们拜托，就是让这些女生去洗手间。当下有一位，其实我也不确定，就是他的身份是什么。那他就有允诺说，好，那我只给你女生上，男生你自己去解决。下一秒钟，就只有一秒钟的状况，其实答应我们的那一位先生直接回头去问当那个人墙远景的时候，远景立刻回答说不可能，就是上面有交代不行。然后当时候这个上厕所的约定就破局了。对，可以同意，男孩子不同意。男孩子，你要让上断上吗？自己去处理，好不好？我们让男孩子，好不好？先让女孩子啦，可以吗？不行，我抱歉，没有不行哦。那我他们上面有下令，不行，我抱歉，我没办法。当李老师，他们不归我。我们那时候有跟外界就是寻求一个东西是水桶，所以我们就在水桶那边，就是请求水桶的同时。就是男生有些人已经忍不住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去，从外场有人突然拿了一个铝梯冲进来，那我们就直接用那个铝梯到，让男生可以先在阳台那边做一个上厕所的方式，女生的部分，因为原则上后来我们又再次去跟远景就是协调。那远景后来好像也后来就首肯说，就是可以让警员陪同女生一起去，就是一个带一个的进去上厕所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当时候就暂缓了。可是，在约莫11点到12点这中间，可能
状况突然有所改变。那改变的点就是那些警员开始把椅子堆叠起来。据后来我所知有看到新闻报道，那时候应该就是所谓的第一波的攻坚。那在那当时所有就是唯一可以去上厕所的那个通道其实就被立法院的所有的椅子就是堆叠起来挡住了。在那后面才开始启用就是我们刚刚拿进来的水桶的那件那个东西。我们后来就用水桶，然后把跟那个立院不行政院的那个告示牌挡起来，跟睡袋就是盖铺起来，就是当成一个历史的便所这样子。我们在他在拉我们之前，就像前一位讲说，我们是已经被告知说要靠集中一点点，然后他说我们要拉了，然后我们在起来的时候也没有多做反抗，然后就被这样拖行出去。采访自由，采访自由，采访自由。退回服帽，服帽。进去一点，进去一点，你自己叫，你自己走，不要动。坐到前面，坐到前面。带路一起来，我会带你。坐到前面。我带你，快，快，你们走，我会带，快，快坐进前面，快，坐前面。你到前面快，让我坐靠近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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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靠近一点。对于有四种不同的警力，所以我们在拉的过程中是在传接的方式，拉到靠近阶梯门口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你已经今天已经辛苦，已经够了，已经累了，那我现在就放下来给你们，你们自己。走出去，那在靠近门口的时候，由于外面的静坐的人挡在门口，所以我们会被用镇暴警察，就是直接用盾牌撞出去或者踹出去，在那时候比较有可能受伤。那大致上是还好。我应该是最后离开，应该是算最后离开的人了，因为我在出去的途中，其实有看到一些女学生。气喘发作，所以我那时候还在里面待了一阵子。那确保那个女同学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就直接从立法院的中山南路这边就直接出去。那回来之后，我就立刻去开始着手就是开始要去确保那七十三位同学的安危。那我们就开始一个人去确认，就是打电话去跟他们确认他们平安这样子。当时联络的当时其实只要有接到电话的同学其实大部分都没有事情，但是有事情的是后续，就是当时候可能电话是转语音的，或者是说根本就是打不通的那些同学，其实到后来我们就我所知其实应该是有2到3位是有受伤的。那伤势比较严重，最严重可能就是脊椎被踢伤这样子，然后有流血这样。那目前听到的状况就是大家都已经回家休养了这样子。